这里有些财物，请笑纳。公子，这可舍不得，这一桶开水的事。这使不得呀，夫人。使不得呀，大哥大嫂别客气，收下吧。实不相瞒，家中遇到一些事情，如若能够一切平安，后天我就来接他。倘若后天我要没有来，恳请大哥大嫂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把他养大成人。夫人放心。 我们当自己的孩子养，这是我给他缝的一些衣服，够他穿两年了。能让我再抱抱他吗？ 杀人的好日子啊！报，司空，杨彪那老二疯了，他说他来自首。我料到今天晚上不会安宁，没想到第一个来的是他，让他回去，他不值得我一见。司空把刀悬起，这些人都坐不住了。 杨彪此来，是想掩饰更大的人物。司空可以再等等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父亲，司马王之子司马懿，昨日突然失踪，儿臣认为此事蹊跷，明日的刑期推后为好。司马懿失踪与你何干？事关重大，儿臣认为此事颇为重要。 他躲一年不出来，你替他养一年爹。报，司空，巡令军和杨修也来求见。巡令军，有人急着救人，有人急着杀人。好，都传进来。二位请。 拜见司空，臣拜见司空。令君所来何事啊？禀司空，明日要斩司马防，上奏天子，招示百官的表文，臣已经拟好。只是供状之上，司马防仍没有签字画押，臣请司空，供状还要不要给百官看？令君身为尚书令，总领百官。 心中有多少大事，这一纸供状何须烦恼？百官要看供状，是不是觉得司马防死了冤啊？臣绝无此意，处事不周，打扰司空，臣告退。哎，令君来的正是时候，既然令君对此案也颇为关心，明日斩司马防，就请令君做监刑官。 这，令君是君子，君子远离庖厨，是否不愿亲临杀伐之地啊？臣随司空沙场征战多年，早无此境界，领命就是。杨主簿，所来为何？臣恳请司空明日准臣陪同监斩司马防。 因司马防是臣举发，近日对臣的微词颇多，臣请亲临刑场，以示问心无愧。杨主簿果然非常人也，好，我岂能辜负了你的坦荡？
明日便让你做巡定军的副手。父亲，退下。一个尚书令，一个我的儿子，都搅进去了。果然，季孙之忧，在萧墙之内呀。司空，巡令军和中郎将是否牵涉其中，此事尚无定论。明日刑场，只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令君，令君早。杨主播早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司马房的供状，可是这个司马房抵死不肯在供状之上签名画押。我是在想，是否有劳杨主播模仿司马房的笔迹，替他在上面画押，如何？为何要让我替他签字？恐怕现在的书法大家之中，除了钟繇，只有杨主簿能有如此的本领。是否没有这签名，就无法行刑司马房？杨主簿，司空的话，想必你也听到了。司空为何要我前来见证？这司马懿失踪了，中郎将求擒，供状之上又没有司马房的签名画押。如果百官因为此事再生变，下一个牵扯的还不知是谁。幸福不死，有难为易。就不希望这颗人头早点落地吗？希望这场腥风血雨早点过去吧。劫囚车，胆子不小啊！你们草菅人命，还指望我们跪着等死？全部带到刑场，禀报父亲之后，另行处置。
参见巡令军，犯人已验明正身。有劳公子，有劳满府君。此案的首功当属杨主簿，故而丞相命杨主簿一同前来监刑。不敢，还是满府君审案有方啊。三位，请上座。犯官司马房勾结袁绍，谋害天子，反纪昭彰，罪不可赦。今日斩！启禀司空，启禀令君，家父冤枉，冤枉啊！谁在扰乱刑场？拿下！左民冤替父领死，家父冤枉，还请司空查明家父的冤情。是杨修，是杨修陷害家父的。徐忠亮，你闭塞言路，妄听陈情，就不怕司空将你的罪吗？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司马房的人头落地了吗？落地了，就无气儿了。悠悠鲁明，时也只平。徐烈军，时辰已到。徐令君，时辰已到。证据确凿，也难逃这一刀。杨主簿，不妨听听。草民有证据，我父冤枉，请诸公明察。有何证据？我父供庄上的画押便是证据，我父供庄上的签字，乃杨修模仿我父的笔迹，亲笔所书。巡令君，可有此事？确实。司马房双手受刑，无法书写。杨主簿精研书法，擅长描摹他人笔迹。供状上的署名，乃杨主簿代为签署。啊，原来是巡令君算计我。
秦毅，我出手偏袒你，你反过来陷害我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已经想到了杨修的手段，也一定考虑好了对应的策略，对吗？学生以为此时令君助杨修杀了学生实为上策。杀你？什么意思？是在学生已去杨府捅破盟书一事，杨修以为是令君告诉学生盟书之来由，杨修一定会杀学生灭口，此时孔乙在来找令君的路上，杨修此人多疑且自负，只有学生一死，他才可放松防备。那时，令君一定能找到他模仿家父鄙弃之证据。贤侄，你果然是来求死的。真死假死，还要看令君的意思。如此轻易将生死置于我的掌中，倘若我有一己思念，真的杀了你，我岂不更加安全吗？学生一家性命和满朝寒蝉安危皆在令君一念之间，学生个人之生死又何足挂齿？留他性命。在下此事做完之前，千万不要让我夫人知道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去法场。要知道，你现在在私通逆党，欺瞒司空。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，杨主簿是否有这样的手段。此事足以证明，我父私通袁绍之心，亦是杨修亲笔所为。我虽然可以模仿你爹的字迹，不代表那封信就是我写的。我为何要陷害你爹？你与我弟不和，你退了他的亲，你是卑鄙小人。我呸！你真的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要跟他不和。我告诉你，别说你爹现在意图谋反，就算他平平安安身居高位，我依然看不起你们家。杨修，你为了救你爹活命，你陷害我爹。杨修，你心中因何恐惧？你我心里皆清楚。你否则，你怎会陷我于死里？你放屁！你怎么不说你们谋合起来来陷害我的？那个金碗是你们家的。杨主簿，你怎么知道那封书信从金碗中搜出？我从司空府偷听的。杨公子，这个细节连司空都不知道。我只是说，在司马家的器物中搜到了这封书信，既未写于案中，也未告知朝臣。中郎将、徐令君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。那就是我记错了。我听办案的衙役说的。不巧得很，下官有一个恶习，素来胆小多疑，对一些重要物证都要禀退下人亲自搜检。我在找到金碗之时，恰巧身旁并无他人。此事足以证明，除满祖君一人之外，这世上再有之书信下落者，便是书写之人杨修。好，你，我们居然串通起来，联合他一起来谋害我。啊，杨主簿，说反了吧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此案疑点诸多，我既然是来监刑，就有责任停止行刑，待我向父亲禀明，另行定夺。好，就听公子的安排。来人呢？在。将杨修、司马懿拿下。是。和司马芳一并押入大牢再审。我心主公。救他！救他！姐夫！救他！姐夫！救他！
人给他疗伤，善待司马懿。是。这两个老废物，生出的儿子，倒各有高招啊！杨修欺瞒父亲，陷害大臣，理当问罪。你先下去吧，父亲。下去。司空息怒，也许令君只是同情司马懿，杨修过于跋扈，令君敦厚君子，不肯坐视杨修玩弄诡计，这也是常理之中。你也有自欺欺人之时。国君是你我荀令君皆非寻常之人，又岂能常理夺之？其实我对荀令君知之甚深，最早让我奉天子以令诸侯的就是他，在他心里永远都会有天子的。那司空打算如何处置此事？处置司马房，处置？怎么，你担心我一发怒又要浮尸百万之举，但是公子的行为让我无法坐视。公子要救令尊，我都理解。难道司马家就该无辜请墨吗？无辜？怎么令君认为他司马家都是无辜的吗？他司马房没有参与谋害曹司空吗？司空要是死了呢？也是他们不自量力了，死有余辜。公子难道认为蒙书之上的人都是死有余辜吗？是啊，我都快忘了，令君是汉室的尚书令，自当竭力维护汉室的忠臣。可你别忘了，我爹杨彪他也是汉室的忠臣，他的命谁来救？汉室为一帮肱骨老臣筋骨俱碎，在以命相守，因而我敬重令尊，仰太尉。一如我敬重司马公。公子为何不替令尊想一下呢？我就是因为替他想，所以极力的想要匡正他的错误。他家父跟你一样逆骨不化，效忠一个连刀都拿不起来的皇帝，昏庸无能，良禽当择木而栖。你以为司空他为何射了我爹？因为我，因为我选择投靠司空，那是因为我的雄心勇力符合他的志向。所以该心生畏惧的不是我，是你。的确，你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可是你应该明白，进取易，平衡难，杀人易，救人难。你以为靠你的聪明才智可以执掌棋局与掌骨之间吗？其实不然，
或许还有我，终究不是执局者，只是别人掌中一粒棋子而已。你所言甚是，你我皆是棋子，可就是这一枚小小的棋子也可以有大作为。看时四位分崩离析，狼烟四起，需要执棋者，而执棋者有高低，在修看来，司空便是那个荡平天下的执棋者。若他真的能够还百姓以太平，修愿精卫填海，以肉身投雷火。你是说司空放了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你？司空放我和我爹，那是因为我爹和杨太尉只不过是他这一盘棋里的棋子而已。啊，要照这么说的话，那这件事情还没完。当然没完，司空是想把所有对他有用的人头上都加上一把刀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啊，这箭伤只伤到皮肉，没伤到筋骨，老这么闷着还不如到院里喘口气。不行，你这伤需要静养。夫人，经此大难能这么静静地待在一起真是太好了。夫人受苦了。夫人，我这次能救了爹，还要多亏你那位齐大哥。你跟你那个齐大哥的经历是那个？我跟我那个齐大哥什么经历也没有，是齐大哥把我从山匪手里救出来，然后给我送到姑母家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只是我问他，他总是支支吾吾的。那可能是因为那一路上我们刚好同行同宿，在普通人眼里一定会猜忌，他为了保全我的名声才这样的吧。可是本来江湖游侠就行得光明磊落，
也没什么好猜忌的。我当然知道夫人光明磊落，但孤男寡女，同性同宿，难免干柴烈火。难免干柴烈火是为了要烤衣服，衣服湿了。烤衣服？姐姐，姐夫。是。是。哎呀，是。昭儿，来，让娘抱抱。快快快，见过娘亲。娘。知道你们惦记孩子，我们俩就赶紧把他们接回来了。好。来，我们去院里坐坐，我快闷死了。走，走，去玩啦！哎，外面凉，你要不要披件衣服？不用不用。衣服怎么？哎呀！昭儿，笑啦！你长大了，将来可不能像你爹那样啊！哎。凌君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无需对我行此大礼。臣自知有罪。凌君帮我查清一案，何罪之有啊？臣一直怀疑杨修陷害司马芳，但因为手上没有证据，不好妄加揣测，于是瞒着司空，诱供了杨修。臣有欺主之罪。凌君，凌君，你跟我就不要说那些哄别人的客套话了。我给了凌君绝对的实权，也就要给凌君绝对的信任。宛若民间夫妻，互相谁没个小秘密、小心思，但临大事。则能同甘共苦，肝胆相照。不独夫妻间该如此，你我之间亦该如此。司空如此信任，令臣惭愧。凌君，此事你做得十分漂亮。我不再追究，我已经赦免了司马芳一家，有董承、王子服几颗人头足以立碑。威力过了，该加恩了。这昭告天下的诏书该如何写？就请凌君费心思。司空，司空，司空恩威并施，百官万民唯有臣服敬仰。有罪之人惭愧悔过，无罪之人感激忠诚。司空之胸怀，当世无人能及。真英雄！凌君，有凌君知我，夫复何憾？凌君。这就去草拟诏书吧。哎，司马懿其人，凌君觉得如何？静水流深，臣上看不透的。好一个静水流深，倒和凌君有几分相似。司空的话，臣明白了，这就告退。司空之事令臣目眩神迷，五体投地。臣平生自视甚高，未尝服人，今日服了司空。又一
个巧言令色。全是真话，袁绍兴兵，刘备叛逃，大战在即，杀人易，攻心难。我出征在即，留守许都重任，除了领军，无人能够担当。我放了杨彪、司马芳这两个老废物，盟书虽然没有看到，若能得令军同心，只司空此番收复之人，岂止一个巡领军？盟书上所写之人，其实大抵可知，不过是冥顽不灵的老朽罢了。对司空现在、将来有用的，是下一代人才。如此恩威并用，司空可放心出征，许都再无后顾之忧。百官这次都尽了一番劳力，敲打过，也该安生些时日。我再容他们一回。杨修、司马懿、凤孝觉得可用。杨修便是县城的一柄利器，司马懿吧。吃点茶，干嘛呢？来，让小姨陪石儿玩。来，小姨陪你玩好不好？好。夫人，下回这种事让侯姬做就好了。你挑挑，我不累。来。哎，阿赵，你去看看你姐夫的药好了没有？我想着呢，快了，放心吧。哎，来，石儿你小心点啊，别伤了自己。写好了吗？这个。啊，这个呀。啊，司马懿。哎，这位公子，我们家公子伤得不轻，确实不方便会客呀。先自己玩吧。草民拜见中郎将。拜见中郎将。快去穿好衣裳，就算是惩戒也要衣冠整洁。侯姬，对，引中郎将去正堂。是。将军，快请。没事。草民拜见中郎将。司马懿，好本事啊。草民叩谢中郎将。不必谢我，我是来审你的，别以为蛮宠惠的我不会。草民听凭中郎将处置。民女见过中郎将。郭姑娘，真是后会有期啊。民女给中郎将备了些米酒，请中郎将暖暖身子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药。姐夫，姐姐说了，该喝药了。让你喝药了。伤未痊愈，药不能停。起来吧。谢中郎将。我审你，你也得先有命受审。谢中郎将。侍御先生，那中郎将，民女先告退了。
马懿，少有奇杰，聪明多大略，今封为司空主簿。这可是乌合是好啊！哎，父亲大人，曹公能赦免你，而启用二弟，如此宽宏大量，父亲为何惆怅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不同意有用吗？我敢不同意吗？知道司空和中郎将让草民做官的消息，立即赶车去司空府致谢。这没想到马车赶得太急，这车轮从草民的双腿上压过去，大夫说恐怕是站不起来了，实在是辜负了中郎将一片好心。司马懿，你骨头可真硬啊，你宁残都不为我曹家效力。主簿，这腿真的废了。我平生最恨与愚蠢之人为友，更恨愚蠢之人为敌。可现在，你有资格做我的敌人了。此人或者书生意气，不慕功名，或者什么？或者他猜透了这征辟诏书的用意。司马懿有才，但臣自问尚能治得住他。司空，不妨出差，以待来日。杀了他，天下倒要笑我。杀了一个废人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忍到几时。我跟你嫂子啊，想跟你说门亲。你说谁？谁啊？我说阿昭。我还有个哥哥流落在外，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呢。在没有找到他之前，我不谈婚论嫁。这叫什么理由啊？这就是个借口。我刚进门的时候，听到他在念一首诗：“心伤安所念，但愿恩情深。”这可麻烦了，这是五官中郎将的事。将军，妾身乃袁绍之妻，妾身愿献出此女，保我全家老少的性命。袁熙已经弃城而逃，丢了你的夫君，为他殉情有何意义？他们可是袁绍的百姓，从今日起他们便是父亲的百姓。都听好了，从今往后再有劫掠屠杀百姓者，格杀勿论。夫人，夫人，下雨了，收书啊。你在这待着。跑什么？他要杀你。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。夫人，祸事了。为何？你想想，他要是萧氏府的人，这萧氏府平白无故少了一个人，满宠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可是他要是告诉他们你今天站起来了，你一样活不了。报！国君是与柳城并危。司马懿，此人用心之深远，臣所不能及，不能让他为汉室、为孙刘所用。若主公不能收服他，则杀之。